数字化发明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风靡于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诸国，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使得所有喜爱绘画但又未曾学过绘画的人都能轻松绘制出自己的绘画作品。彩绘又名数字油画，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它的发明实现了让从未经过艺术训练的人能迅速绘制出精美绝伦的绘画艺术作品。由于这种非常简便的油画出现，使得更多的人能零距离地实现艺术家的梦想。约翰逊说，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方式，为人们自己制造一些很酷的艺术，同时是一种对内心的帮助。大街小巷都开启了小规模数字化经营铺子，托马斯·罗德代开启的画廊成为了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最出名的数字画廊。数字化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填图，它的魅力在于每个人都可以运用自己独特的绘制方式来完成画作。运笔方式的不同，使得每幅画作都有它独特的生命，也就是说，每幅画作都是独一无二的原创艺术品。任何人都能通过铅色彩绘画出一幅世界级的绘画作品。